好可爱的古董车啊，历史记得很难找到这种美国的古董，最原始的车子。I'll show you how it's good. Centralia 小镇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猫，很大的购物中心，但是现在还没开门，有可能我们现在太早了，这里应该是11点钟开门。你看很多这些猫里面打着折桃，70% off。这是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， 在 Centralia。Washington， 旁边就是高速公路。Centralia Mall 的 open time 11 a.m. to 7 p.m.